0755是哪里的区号？区号是指世界各大城市所属行政区常用电话区划号码。这些号码主要用于国内、国际长途电话接入，比如中国大陆国际区号86、北京区号010、广州区号020等。而在使用国内长途电话时，区号前要加拨0。如果在港澳台或者国外拨打大陆的电话，需要加拨86。那0755是哪里的区号呢？0755是广东深圳地区的区号，其下属的罗浮区、福田区、南山区、宝安区、龙岗区、盐田区的电话区号也均为0755。深圳简称深，别称鹏城，是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。截至2018年，全市下辖9个区，常住人口1302.66万人，城镇人口1302.66万人，城镇化率100%，是中国第一个全部城镇化的城市。